啊，观众朋友们，啊，大家看到了我们的四大天王赵建华，2006年的时候也是世界冠军，2006年是这个多哈亚运会的旗手鲍春来，鲍春来今天是生日，大家给他掌声好不好？我们今天加了一个特殊的环节，啊，就是请了我们当地梅州的两位放假回来的大学生，啊，和他们打一个混双，我们当地的水平非常的高。对，这两位大学生，我们先来看看两位打球吧，先打起来，先打起来。好，这两位大学生啊，也是我们鲍春来和赵建华的粉丝啊，能给这个两位世界冠军跟他们一起来交手，进行这个混双比赛，我相信他们现在心里美滋滋的啊。我跟这个小鲍搭档主持，我也挺开心的。啊，怎么了，小鲍？现在穿蓝色服装的。怎么了，小鲍？其实我也特别开心，因为能跟偶像一起打。偶像啊，你也是，赵老师是你的偶像是吧？好。这个、两位大学生给大家介绍一下，是来自华南师范大学商务英语专业的，一位是广州体院羽毛球专业的学生。蓝色服装的是梁璐，红色服装的是张扬。现在比赛开始，打五分，五分球，首先由鲍春来发球，啊，由张扬接发球。啊，现在赵建华这一个组合是1-0暂时领先啊，赵建华和张扬啊两个人是一对，张扬是广东体院羽毛球专业的学生啊，可以看到我们梅州的羽毛球运动的水平还是非常高的啊。2-0，哎呀，这是送分吗？偶像级的选手自杀一个。漂亮！啊，大家看这个一，哎呀，举手一投足啊，这个专业就是这个小鲍一边打的时候还一边啊，这个跟他们交流呢哈，要打进去。嗯，赵老师，赵指导，你也要说话，一边说话一边打。啊，这个干扰还是起作用了，发球出界了是吧？错区。2-2啊，现在3-2啊，比分呢是打五分，谁先到五谁赢。啊，我们观众的掌声给一点好不好？哎，对了，气氛出来了。好。4-2。4-2。现在到了赛点，再赢一分。赛点。啊，现在发球的是张扬，22岁，来自广东体院羽毛球专业。漂亮。漂亮。结果5-2，还是姜还是老辣。比赛结束了、啊。好，谢谢四位，我们两位这个女球迷啊，真的今天是不是也有生日礼物送给鲍春来？有没有生日礼物啊？我们有一副对联，来快。啊，还专门送礼物要积极啊！鲍春来带来了礼物，啊，我们看一看。小鲍热泪盈眶了没有？来，你们两个打一下，你们好，这也是代表我们广东的梅州人民写的一副对联儿。哎，梅州迎迎喜迎春啊，喜迎春，喜把春来报。哎，好，字写的漂亮。对，今天是鲍春来的生日啊，然后鲍春来也跟我说，他生日那天当年也是初五，所以说特别巧。鲍春来这个名字起的也特别好，春来，春天来到，对吗？梅开迎福祥，喜把春来报。对，啊、我们好，祝鲍春来啊今后的事业更加辉煌。好，谢谢四位给我们带来的这么有趣的一个比赛，我。